行行，你现在这样回去，小瑞肯定骂你。回去给你买醒酒药，你在这里等我。那等什么的？你也这么拽过我，还差点把我拽倒了。我想这么做很久了。你要倒了吗？倒了吗？没有，给我5分钟。 腿长两步棋，我从这儿走到小区门口都要10分钟。万一会有色狼怎么办？色狼看不上你。也是。你去吧，我在这里不乱走。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尾生，你不来，我绝对不走。你这喝醉酒了还挺有文化，还知道引经据典。行，那你包好吧，尾生。 干什么你？春哥，鸡的有鬼，鸡的有一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鬼，超级吓人，招害怕。从我身上滚下去就放走。不，鸡的有鬼。下去。我不。童瑶，我希望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不要承认今天所做的事情。承认了又怎么样？我能清静一个月，你这个又矮又矬的人凭什么体重过百，沉得跟猪一样。我撒手了啊！不。一。 二，你敢？哎，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你不是鬼啊？你见过我这么帅的鬼吗？你们俩长得好像啊。切，一个爹妈生的。 当然长得像。陆月，明神，最近天气转凉，今天路过我哥的战队，想给他送件保暖的衣服，可是看到之前和他传绯闻的教皇，居然千里追击来到中国，还和我哥一起出现在床上。 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你不是鬼啊？你见过我这么帅的鬼吗？你们俩长得好像啊！切，一个爹妈生的，当然长得像。陆月，明神。
说吧，回来干什么？哎，我呀，本来准备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的，可是在网上看到你们新招的那个 Smiling 被阿泰给打爆了，听说被欺负的可怜兮兮的。我才没有被打爆，我很强的。当时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个声音，说：“陆叶大人，是时候回去打职业了。”所以，你就是那个 被阿泰欺负的可怜兮兮的 Smiling 喽？轮到你发问了吗？问一下嘛。 刚刚看你们进门的姿态，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呢，差点发消息给老妈报喜了。他大儿子还是喜欢女人的，他老人家可以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喽。闭嘴，陆远，你还是老样子啊，没个正经。不过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的中单了，你回来晚了。啊？什么晚不晚？我不是被禁赛了吗？那么早回来也没用啊。什么？你被禁赛了？活该，我可太高兴了。 哎，有没有人能管管这疯子？那个，据说 ZGDX 这次全国联赛的首发中单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吧？明神，我想打比赛。不行。哦，那我给老妈发个消息吧。哎，妈，最近天气转凉。 今天路过我哥的战队，想给他送件保暖的衣服，可是看到之前和他传绯闻的教皇，居然千里追击来到中国，还和我哥一起出战在床上。嗯，拥吻。你发试试。啊，我说真的，你们迟早会再遇见那个 TAT 战队。 与其寄希望于贵队的 Smiling， 也就是这位小姐姐，能够在正式比赛中重拾信心崛起，打败那个曾经带给她绝望的人，不如明着一些，事先准备好一个安妥的，可以让那个阿泰无计可施的备胎，也就是我。哎呀，梦想是很重要，没错，逆境中崛起的热血事件也让人热泪盈眶，可是人呢？ 有的时候还是要面对现实，毕竟不是喊着口号踢着正步，冠军的奖杯就会自己滚到碗里来，对不对？嗯，我是不是要回去给替补当替补了？我是不是要成为唯一一个在全国联赛上被摁在替补席上永远不能上场的首发？我是不是永远都不能带全国联赛了？我不想，我想打全国联赛，你们不能把我摁在替补席上，我就是输了一场而已，我不想去干饮水机。天啊，你喝了多少？ 没有，我没有喝，我喝的是冰红茶，没有醉的。成哥，我想打职业，我想报仇，我很强的，你们不能让我去干饮水机。成哥，他到底喝多少啊？不知道。明天去酒吧对面接那个酒吧，出售酒精饮料给未成年，可以调监控录像。成哥，这个送给你。 这是我以 C 位身份送给你最后的礼物。看到了吧，一个队里面有一个疯子就够了，我们队名额满了。你可以去问一下别的战队还需不需要。什么？我现在就去。名人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 再见了。